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世冠第二周的王者时刻来了，本次 AG 有两个四杀名额上榜。首先是一诺的四杀，他的马可波罗打出了曾经的凶猛，一个人率先冲进人群拿到四杀。阿泽虽然说能扛，但是毒还是尽量少吃。哎呦，一枪赚三个，这要赚死三个吧？赚满了，全部杀掉，四连抽翻。然后是笑影的四杀，原本笑影最有可能拿到五杀，可惜被一诺无意中收掉了一个，遗憾错过了五杀，也避免了 cos 婉儿的骚操作。在陈锋没闪之前找波机会，一闪上去直接开陈锋拉回来，直接加一狙。小云这波跟伤害直接带走了陈锋，连波子也把了两个。是的，虞姬这波被控到了之后没办法，就交出自己打造上方，完了上天之后带走了两个人，只剩下一个了。有没有五杀？最后一下没有五杀，一诺抢到了五杀，抢掉了小云的五杀。然后是苏沫花木兰的三杀，苏沫的花木兰是首次在世冠登场，而且还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，也让飞牛有了 cos 花木兰的机会。倒抢到我，苏沫上去，两个成功，全部打出来，橘右京过来，二技能再打一下，妖道有复活进草丛，能不能守尸？这波直接点草里面有一个明刀，但是还是被花木兰收掉了。苏沫也三连全胜，苏沫有机会四杀，冰冻上墙再来一刀，湘军收掉了这个人头。子墨关羽在二打三的情况下依然收割三杀，操作细节拉满。高情商，都是高情商啊！来看这波镜定住了，但是这波三打二，对，但马超这边先被关羽踩死了，两个人还要继续去追。花海这波打得很凶，配合子墨再来一刀，哎呦，直接劈死两个，三连绝胜。接着是花海的三杀，这一局花海发育非常好，控龙非常频繁，最终击杀达到了八个。是谁的？花海拿到了。回头反观白蛇，刚刚来不及波浪残血，一枪抽出一个复活二连击波，又一个复活打到十二连时间，我觉得不一定啊。那你看下路，黄忠在吸血，三连绝胜，点出一个，这里原地守尸。佛山 GK 的阿改也用鲁班大师打出了完美开团，直接拉出大结局。好好打对面这个阵容，别急，蓝方是有万一 support， 感觉是要把 DNA 彻底动起来。他想去抓一波，他想拼啊，正面踩下去，阿改拉了五个，四个，一拍，你在干什么？另外还有 MTG 莫凡的云音， GO 青荣的西施， PTG 九尾的嬴政，他们都有着精彩的发挥。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位选手的精彩操作呢？我是李飞白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